台北国际妇女会主席罗友伦夫人一行今天下午2:00到台大医院捐赠10万块钱，以给中华民国心脏病儿童基金会，由基金会董事长魏国耀代表捐赠。这个心脏病儿童基金会今年一月开始，先后为9名儿童执行开心矫正手术，8名获得成功，其中6名已经出院，另外2名仍然住在台大医院，情况良好。罗友伦夫人一行在捐赠仪式以后，并且到病房探望2名完成心脏手术正在调养的儿童。